好啦，好开心啦，条紧条神父，唔知大家记唔记得？好开心你哋生命恩泉咧，就能够喺加拿大，做大规模嘅复传工作。听到复传两个字咧，我希望你哋记住咩叫做福，系对人有福嘅嘢。耶稣传嘅系福音，对个人、对家庭、对世界、对大自然、对历史都应该系福音。所以应该是传的是一个完整的喜讯，希望你们在五年已经是一个很漂亮的开始，另外的五年就真的要反省进步重新上路，看看这个世界其实很需要基督的福音的，而个福音是天国的福音，当我们特别你们有钱的基督徒和基督徒国家能够将天主的恩典，特别是财富，和全世界分享，我觉得这个是福传的第一步来的。千万不要将福音就变成一完全超性的，福音应该是超性加本性，精神加物质，和天上加地下，现在加将来等等 是完整的。神圣就是完整， Holiness is wholeness， Holiness is wholeness，等我大家真的明白这一点，祝愿你们在五年之后有一个更新的开始，迈向新的纪元、新的一天、新的天国。希望愿祝福你们，请你们为我祈祷。我老有个楼下，已经医生问我得十年命啫，我现在活了六年了，还有四年，我现在就66岁，应该70岁就会见天主了。希望你们为我祈祷，让我能够活多几年啦，我可以多啲同大家一齐工作啊，一齐分享啊等等，多谢大家。